最后一次，机会是。
已经读过了，就这样。差一点，转呢？转到这样了。哇，差一点。我有吗？有吗？啊，我遇到家哎！进了吧。所以马来西亚的机台就是这样，直上直下，直上直下，但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对，现在又不可以甩，因为爪子那个爪套又卡住。哎，这个好像有甩一点哦，我没有，很难抓到那个点。哦，你抓到了。哎呦，你抓到那个点了嘞。哇，终于耶！哇，你比较厉害。你抓到那个甩一点嘞，哎，有晃到一点，哎，你这样翻上去就可以了，有甩到，有甩到，哎呀，有。看起来不错。为什么爪子突然间不能甩？哎呀，抓太少了。哎，是不是你刚才你一抓多一点，就有可能翻得进了？是啊。可以甩了，可以甩了。你看它有时它就是这个条线会松掉。哦，好像可以。加油，冰冻。可以吗？出货！我昨天夹到金边了，我没有拿下。对，厉害哦！结果是你会甩嘞，因为我不会甩。两只都是我夹到的。对，这两只是他夹到的。那我玩一下。OK， 是对了，也要把它带过来一点，还可以甩。没有，因为它站起来，对，它站起来的时候就很难。就可以哦。哦哟，好像不错。哦，是不错。没有啊，见机机。看起来不错。我也冲了，厉害。哎，看起来不错，还有甩到。然后翻那边，你问我。对，翻出来。对。哎，看起来不错，有点死。哇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哎，有哎，我觉得有哎。差一点，我的镜头跟你一起倒。哇，我觉得甩得很好哎。有看到吗？他就是好像 hit 板机。哦，有，我觉得有。哇，这样厉害，宝家。哦，其实真的今天不错哦。觉得它爪力没有很强，所以你一定要包着。哎，哦，看起来不错，有机会。哦，这样我不懂哎。哦，有可能。哦，好方便。包着拧来就可以了。哎，这
个好像比较好一点耶。可是现在这样抓头，你用一个爪勾他身体。来咯，来啊。